我的家乡是个古老的山区小镇，我家就在小镇对面的山坡上。那时候家里很穷，爹娘常年在外打工，每到央仲和过年才回来住几天。就我和哥哥跟60多岁的奶奶生活在一起。那一年我上小学，每天跟着哥哥穿行在家和学校的小路上。你的爹娘会给咱带回来什么好东西？可好看的，就跟真的一样。我想要一套积木，就是可以拼成各种房子的那种。那你今天都学了点什么？学了点知识，都上了点什么课？哥哥，你看好看吗？小闺女，好看哇、啊。喜欢了就买上了，现在呢，就上了这一头了，卖给你只用3块钱，你几双呢？肯定可好看。行，快走吧，喜欢了问奶奶要上钱，过年再买。行了，快走吧。吃完玉米饼子也不来，我今天比玉米饼子也吃不上，硬是让你多俩。又说那时候，现在不是好了吗？嗯，现在好了，你妈妈还跟你爸爸出去打工，也不容易。你舍不得吃，舍不得花，给你都攒着，给你都回来吃了。现在都是为了你都供你念书，祝你都成一人啊。想想买一条，想买上，除了老师给你布置的这个药品，你买上也不能买啊。霞可喜欢了，就3块钱。3块钱用一粒，你爹娘回来说，装一卡这个啥菜，涨价5块钱呀、啊。你都多少岁了？你赶紧爹娘回来，那过年都上也给你买别的了啊。
如果你拿上钱了？还没有。走吧走吧，快上课了。照顾你，哪里给你留的呀？啊！小周回来拿上一块钱，其实没上一块钱一。好的。拿上钱了？还没有，奶奶让我买一块钱的盐。哦，行喽。小闺女，大姨看着呢，你非常喜欢这个黄沙家，反正大姨就是上的最好一条了。你要喜欢了吗？大姨送给你吧。不，奶奶说我不能白要别人的东西。就那小闺女不就白送，这都想干情缘的，只有你好好谢谢就行。我不要，但是我谢谢你。我家住在你对面的山坡上，每天看见就挺高兴的。再后来，我就总是绕着那个路过店铺的小路去上学，但我却天天站在家里的山坡上，看着那条飘动的红纱巾。每每看到那条飘动的红纱巾，我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在心里涌动。
十几年过去了，我进城上了初中，上高中，上了大学，参加工作，一直在城里的姑姑家，但心里一直有一种迷惑和感动在撞击着。于是今年过年，我想回到老家，圆解我一个心中的梦想。你回来了，大姐。